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 一百嘅麦菲老师。咁啊，最近咧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听到呢一个字 Titanic 流传喺个新闻嗰度啦。咁 Titanic 呢一个字，除咗形容呢一个铁达尼号嘅船航之外咧，佢本身都系一个形容词嚟嘅。咁佢系可以用嚟形容一样嘢系嗰个 size 系好巨大啦，或者系好庞大嘅力量咧咁解嘅。咁啊，我哋譬如話用喺個 example 嗰度 ，I hope this response to this video is Titanic。咁啊，記住要 like 同埋 share 呢個 video 俾你身邊嘅朋友，同埋準時收聽我麥菲老師 D 一百嘅 Ten News Talk English。每逢禮拜五香港時間黃昏6點鐘，歐洲時間早上10點鐘，到時見啦。